王立新是世界上最强的。嗯。好，漂亮，摆顺利多了之后就好一点。主动退台。 是输在节发球，再有一个就是说上来以后对于比赛的节奏掌握的不好。一个历史的战绩上来说，王立新还是占据优势，场比赛的胜利，您昨天您说不敢预测，下场比赛真的。张继科打在心态上还是有一些优势，啊，毕竟说他愿意打5局3胜的比赛，嗯。 因为碰到一个实力比自己好的运动员来说，偶然性越大，他取胜的机会越大。打得越多这种实力型的选手，好看。漂亮！又来了。 两个横板选手，一个可喜的进步。正手逆旋转发球，大到王，反手来拧了，形成对拉。好的，第6板，第7板，漂亮！这显示出两个队员的这个对拉的能力。而这样球来说是非常费劲。 所以更先进一些。加上你的正手，那你就是一个很。王立勤的抗压性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？踢到悬崖的时候还能够有这种强势反弹的。比赛拖入到一种持久战当中，因为可占不到优势。打到后来的话，王立勤的正手优势呢？还是逆旋转。 对拉，第6板变反手了，第9板，漂亮，就还是向里。中间要严格要求，所以说张继科，漂亮，赛点，看王立勤有没有。 啊，这样张继科就以11比6取得了第3局比赛的胜利，从而以3比0，啊，就战胜了王立勤。啊，这个比赛呢，我们觉得李指导能不能简短的评论一下？啊，好，我们请，哎，我们请。